是流浪的风，飘荡在爱过天空。听你的中途在横山的休息站，在这边上厕所，明天照一下。在我年轻的心中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想拥有一点点不同。抽烟的小房子，也许你也曾有过同样的心中。往前看，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追兵岭，到清景都一定会经过。追兵岭，来看一下哦，你拍得到的话，右边这个就是追兵殿，日本日文过来，这个是清教到清景。在我年轻的心中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想拥有一点点。曾有过同样的心中，不该说我要求的太多，一点点不同也不算是错，一点点不同就像是自由自在的风。我是流浪的风，流浪在流浪超级嘉喜长野县，我想观察夕阳。哇哇，人家就来了，这个安排就是专门去。金景泽，你真的要没有错，要当局长。你可以配合他们，再这样子读一下这几句。这样，来来，怎么样？一次泡的时候，泡的时候不要去上风。山的那个灰的石粒，火山灰，那个东西灰色，这些都还小小事，等下来很大片。这个是火山灰的石粒，它是它喷出来的。左边这一大片，这个都是这个明天早上还会经过这一大片，这个都是全真山喷出来的岩岩。对，那里有一个看台，一大片当初的全真山喷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就是给大家瞭望台。那个里面就是一个鬼压出远，对，那个就是后来为了好像就是有逃生逃出来的人，他说感觉好像那个妖怪啊，在山他那个上面冲，然后这样子一直用悠得很快很快速。那个等一下到的时候，我跟现场跟饭店协调一下，以后因为本来是约30分吃饭，东西让他迷路了，当天都是圣诞节过去让他迷路了。去走。